那你要来拔我萝卜啊？啊？是不是要拔我萝卜？我拔掉了，又大了，你看，变大了。又是你，就是我，这两个，这两个又回来祸害我的菜园了。萝卜炖猪脚吗？不是，猪脚炖黄豆。黄豆。换一种，哎呀。嗯，自然肥肥的那种吗？嗯。胶原蛋白变年轻的那种。要直接拿土脸就可以了，不用吃。不行，那个又要油内油吧，要补内。好不容易长两根出来，两姐妹回来又祸害我的。掐蛋了，它掐了之后会长得更好，是为了它帮助它更好的成长，好吗？你读书多一点是不是？欺负我不知道。还要叫我帮煮。大厨，好久没得吃大厨了，没办法。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。去我上面拿。马上去。我上面好像也没多少。炒粉第一步，加入生抽。这是生抽吗？加入蚝油。加入生抽。很多生抽，搅拌它，让它充分的化开。热锅冷油，倒。油锅里倒。油锅里倒。倒入辣椒，炒。那我这琴毛呢？右手来调，不要用左手。左右手不是一样勤劳吗？倒入青菜，说要炒熟，其实生菜也可以吃的。放入盐调味，脆地脆地的。起锅，打入鸡蛋，单手打蛋厉害哦。练了多久？厨神不愧是厨神。炒完吗？可能炒不完。锅了啊。那你随便你了。看你的厨艺了，炒不完吗？展现不了你的厨艺。看这手法真是不一样。不要浪费一点。看勤劳的右手在努力工作。放入葱花，香喷喷，准备出锅。可以啦。什么施粉？葱花粉。尝尝看盐味够不够。先夹了再说好吗？到了吗？好了。
好吃，有空来南二号家吃炒粉。你是祸害我吗？祸害完差点又来，这样子祸害我。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别看它平平无奇，真的好吃。耶耶耶！好吃，好吃。你看，两姐妹，晒着太阳吃炒粉。停不下来，哎，难搞哦。又软不下来，又软一点不腻。吃到我的出汗去。这两个最喜欢我跟我老爸煮的菜，每次回来都叫我帮他煮。然后不学，老是回来菜的。现成，吃现成的最好吃的，别人做的就是最好吃的。美食就分享到这里了。他们也吃饱了，嗯，还是光盘行动，然后就把锅洗了吧，那肯定是我洗。那我们的美食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就下期再见，我们就先去干活去，等一下叫的咱们两姐妹帮开一下直播，跟大家聊一下天。耶，拜拜。好，吃到炒粉。吃到炒粉有力气了，要帮干活了吧？好的，拜拜，勉强。